据俄罗斯国家台报道，当地时间23号至24号夜间，受超强磁暴影响，俄罗斯从北到南多地夜空出现美丽极光。原本只出现在北极圈附近的极光，这次百年一遇的向南，甚至到达了俄罗斯纬度较低的南乌拉尔地区。目之所及，极光仿佛在夜空中跳舞，时而碧绿，时而红紫，有时而橙粉交融，让人们陶醉夜空。